Hello，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一同可以在线上聚集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再次欢迎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当中。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可以安静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那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仰望你。谢谢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欢迎敬拜团。欢迎弟兄姐妹们回到我们今天神的大家庭，在这个早晨当中，我们要选择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哦嗨耶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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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嗨耶呀。在你心中献上，我感谢你拯救的一切，赞叹是对你的回应。哦嗨耶呀，常常的喜乐。哦嗨耶呀，凡事要谢恩。哦嗨耶呀，不住的祷告。哦嗨耶呀，大声来宣告。起来摇摆我们的身体，准备我要唱了。我要唱，可以再大声一点。我拍手赠水从地下耳，我跳跃，用尽所有的力气，我宣告应许成就。哦嗨耶呀，常常的喜乐。哦嗨耶呀，凡事要谢恩。哦嗨耶呀，不住的祷告。哦嗨耶呀，大声来宣告。哦嗨耶呀，常常的喜乐。哦嗨耶呀，凡事要谢恩。哦嗨耶呀，不住的祷告。哦嗨耶呀，大声来宣告，凡事要凭信心来宣告，不要凭感觉。起来宣告，要凭信心，不是凭感觉。现在要选择来喜乐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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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嗨耶呀，常常的喜乐。哦嗨耶呀，凡事要谢恩。哦嗨耶呀，不住的祷告。哦嗨耶呀，大声来宣告。哦嗨耶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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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赞美。要选择来喜乐赞美，哦嗨耶呀，哦嗨耶呀。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继续的敬拜，向我们的耶稣歌唱赞美，告诉他说，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虽然太阳升起，照耀着地而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
虽然星空降临，看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水供应我丰富生命，水看顾了我所需，水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我高举双手，扬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成败，一切所有，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安静在神的面前，来预备来唱。谁看见我伤痛，在软弱无助时扶持着我？耶稣唯有你。谁平息了风浪，在绝望中去世与我同在？耶稣唯有你。谁担当了我的罪孽？谁呵护着我的心？谁将恐惧所有意念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我高举双手，扬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扬声歌唱。
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所有种种的奇妙恩典在里面，主啊。我高举双手，扬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成败，一切所有。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也有你陪的耶稣，唯有你。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唯一。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接下来呢，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一同祷告。我们一同为着受逼迫的宣教士来祷告，特别求神的保守他们的家庭，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预备起。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这些的宣教士可以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可以来为主你宣扬神的福音。求神你保护他们，特别是在受逼迫的宣教士，求神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人生的安危。求神你与他同在，与他们同在，求神你亲自的坚固他们，让他们脱离这些的凶恶，脱离这些的逼迫，差派任何的天使天君来安慰保守他们的心，也差派更多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些的患难逼迫当中可以得着这些的供应跟拯救。感谢赞美主，你是供应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将这些的宣教士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求神你保守他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他。接下来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的报告事项。第一项报告事项呢，是有关于我们教会的奉献。以上呢，是我们教会奉献的银行户口资料，请弟兄姐妹可能可以 screenshot 下来，记录下来，每一个月进行转账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那可以把这个收据寄往以上的邮件地址，并且在邮件内注明奉献性质以及所属的堂会。另外一个方式呢，弟兄姐妹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 来进行线上的转账。那转账之后呢，也可以将这个收据寄往以上的邮件地址，并且在邮件内注明奉献性质以及所属的堂会。接下来的报告呢，是有关我们幸福小组下半年的时间表。那在3月27日呢，下午2点30分，我们会有线上 Zoom 进行幸福小组的培训。那这个主要的培训目的呢，是连接辅长以及同工们，让他们感受到彼此的连接，不是孤单一个人在为主奋战，而是有一群人一起同工，一起来做幸福小组，为神宣扬神，为神宣扬福音。那接下来的报告呢，是有关于动员大会。动员大会将会是在4月3日会在11点半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一起会进行动员大会，主要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可以旗开得胜，可以得胜，成为得胜的旌旗。所以欢迎弟兄姐妹，若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实体崇拜。接下来的报告呢，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常年大会。若你是我们教会的会员的话呢，你可以来报名参与。在4月17日下午2点，我们会在教会召开这个会员大会。那如果你想要参与实体，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来进行报名。那如果你没有进行报名，你想要参与实体的话呢，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欢迎教会已经注册会员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报名出席。
好的，我们报告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神。那接下来呢，想要邀请到我们的Elder Jimmy， 就是我们的郑长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欢迎郑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和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如果你记得教会在过去几个星期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讲到压力，我们总共有六个礼拜，我们会在雅各书分享不同的压力。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学习处理人生的课题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就是思念的压力，然后我们讲到就是诱惑的压力，还有偏袒的压力。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就是言语的压力。那么今天我会在雅各书四章一节到十节里面跟大家分享冲突的压力，然后下个礼拜就是讲到最后一课，就是报复的压力。首先让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能够在此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来认识圣经上的教导，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要避免走进错误。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引导帮助跟恩膏我在这里所分享的话语，让听的讲的都得到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四章一节到十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淫乱的言文作为应付，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你要清洁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有人说，有两种人，就有三个three opinion， 就是三个意见。人就是很奇怪的，当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个人本身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意见，所以一般上都会有冲突。人就是没有完美的。很多人在教会觉得，哇，我们的教会有好多问题。本来教会是不应该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觉得很多问题在教会里面。因为其实教会就是由这些不完美的人组成的，所以教会肯定会不完美。要完美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全部上了天堂，与耶稣在一起，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完美的。
那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时会感觉到，哇，我在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可能有些人就开始想到要跑，要离开教会，找个更好的教会，找到完，要找个完美的教会。当你找到完美的教会，你去那个教会之后，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有你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内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但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你想要做的你却没办法去做，所以你就产生冲突。当你开始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人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四章所讲的，我们的冲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冲突从什么地方来，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要如何去解决我们的冲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圣经也告诉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一，我们来看我们的冲突是哪里来的。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会有纷争，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追求我们所要的最完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就是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的私欲来的，我们的私欲跟我们有争斗，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冲突的问题。那么私欲，当我们有私欲之后，我们会去追求我们所要的，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想去追求的，别人有的你没有，或者你有的你认为还是不足，所以你一直在去追，一直在去讨，一直在去找，一直在追，你内心就会有感觉到开始你的冲突，因为你得不到你要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懂得如何去感觉到自满。你今天有三餐饭吃，早餐吃了有午餐，午餐有晚餐，晚上有一个地方给你睡觉，你有工作每天都可以去做，你不用去烦这些。但是你想到在吉隆坡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吃了早餐没有午餐的，有多少人晚上要住在那个天桥底下的，有多少人是没有工作做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些，你就要知足，你要懂得知足常乐。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懂得知足，我们一心想要追求更多，我一心想要追求更大，所以就引起我们心中里面有一个贪婪。贪婪的反面就是知足，贪婪会引导你跌倒，会带领你走进问题里面。最近两个礼拜，如果你注意，在纽约一个案件审判，一马公司的案件，在审判一个高盛，以前在马来西亚的高人，那么有一个高盛东南亚的总裁，他在法庭上他说了一些给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真的是贪心不住蛇吞象。这个人他是东南亚其一的董事长，他的年薪加花红是1000万美金，但是他在法庭上他说，我因为想要更多，我因为想要更好的日子，我因为想要更多钱，所以他就陷入一马公司的丑闻，他得到是7000多万美金的那种利益，但是最后他失去了工作，他不单只是失去了工作，他
他也要上法庭。所以一个人贪了之后，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本来有的你完全都变成没有了。所以贪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去贪，因为我们的私欲会令到我们去贪。我们在圣经上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要贪别人的什么房屋，也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苦杯、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属于你的，你就不要去贪。当你贪了之后，圣经出埃及二十章十七节十诫里面讲到，我们不可以贪。那么当我们贪之后，那么你就会怎样？开始的去追求更大，开始的追求你更要更多钱，更理想的要去享受我荣华富贵。但是当你一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陷入以世界为友。当你以世为友，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是以神为敌了。一个人信主之后，你是以耶稣签了个合约，就是你是属于神的人。当你离开了神去爱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种人就好像淫妇一样，就好像一个人结了婚之后再去搞婚外情。做丈夫的对妻子会什么生气，如果丈夫有小三，妻子也会妒忌，也会生气。同样的，上帝因为爱你跟我，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子女。当神爱我们，爱到把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你想想，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把耶稣当作是我们爱的人之后，你离开，上帝会生气吗？上帝会妒忌吗？肯定上帝会妒忌，肯定上帝会不高兴。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讲的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为我们私欲跟我们征战，我们有贪，因为我们喜爱世界，成为神的敌人。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两样东西会令到我们跌倒，会令到我们有这个冲突。我们内心的冲突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呢？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如何去回转？我们如何去回应上帝所要我们做的呢？那么要化解冲突和纠纷，在圣经上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上帝建立好的关系，亲近上帝，上帝必定亲近你。就雅各书四章八节讲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是我们主动的去跟上帝亲近，那么上帝也会回应，他会来亲近我们。当我们亲近神，我们顺服神，我们的关系跟神建立好之后，你其他有问题的关系肯定就会解决。因为你懂得去爱上帝，懂得去顺服上帝，懂得去亲近上帝的人，就懂得如何去跟世界其他的人活在一起。
这个很重要。所以以世界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我们要亲近上帝。今天很多基督徒因为受到世界的影响，而不再去教会，而不再有团契，也不去亲近神，所以很多基督徒现在都是坐在轮椅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甚至是住在那个 ICU 的基督徒。那今天如果你活得像这样的基督徒，轮椅上的基督徒， ICU 的基督徒，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你一直在追求着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你活着就好像永远不会死。你以为这个世界所带来给你的就是可以令到你很满足，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享受的，这个世界上所带给你的不是一生一世的，这个世界上和情义上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记得，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搭两只船，一个爱世界，一个爱神，两个一起，两只船一起走的时候，你就跌在中间了。所以我们要跟上帝亲近，当你亲近上帝，上帝必然亲近你。你的问题，因为你认识神，你就可以容易解决。第二点，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什么？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第二点，我们要做的就是，除了亲近神、顺服神，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能够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意见，避免纷争。当你知道你做错，当你知道你需要改过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就要去听，你就要去改。那么当你懂得去倾听跟改之后，你就会得到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彼得。彼得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不久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起来到那个地方叫安提亚的时候，彼得因为怕犹太人对他的不满，所以就慢慢的，他就慢慢的去疏远这些外邦人。他的动作令到很多跟他在一起的基督徒跌倒。那个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你的做法是错的，你不可以假冒为善。那个时候的彼得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高高在上的。保罗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刚信主不久的，所以他们的辈分是差很远，但是彼得谦卑，他接受保罗的劝告，所以他就得到神的祝福。当然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与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而倒虚自己，举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抵挡魔鬼。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农夫，这个农夫他养很多猪，所以猪到了时间要去杀来卖的时候，他就带着猪一起走，
从他的农场走到那个杀猪场，每一条猪都跟着他，没有走散，走到那个杀猪的地方。那杀猪的人就很奇怪，就问这个农夫，你怎么会令到你的猪每个人这样的愿意顺服跟从你来到这里，自愿给我们杀的？农夫说，很简单，我带着他们走的时候，我后面就放着很多他们喜欢的食物，我一边走一边放食物给他们，所以没有一个人会跑掉，因为他们想要吃食物。所以结果他们就到了杀猪的地方，每个都死掉。同样的，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好像吼叫的狮子，我们要警守，我们要警醒，我们的仇敌就如同吼叫的狮子，天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跌进魔鬼的网络。魔鬼开始是给我们吃的甜品，可能你不觉得是有错，可能好像是，如果你是喜欢打麻将的，你一天到晚闲来无事，你就说我要去打一些卫生麻将，没有问题。开始你就打麻将，打了之后就慢慢的什么，慢慢的喜欢，越打就越多，越打就越深。所以有时候一天到晚都在打麻将，你可能觉得哎呀不要紧嘛，打麻将罢了，我没什么，没有伤害人，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很 OK 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因为打麻将，可能你会上瘾，顶赌钱，可能你会赌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深，所以慢慢的你会陷入魔鬼的网络，就被他吞吃掉了，所以你就会跌倒。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一直在看着有什么人不小心的，他要吞吃，把你吃掉，把你带走，离开神，进入与世界为友的地步。今天的课题就是讲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贪，贪你没有的，贪别人的，你想要更多的，你想要更享受，所以你就渐渐的进入到世界里面，跌入魔鬼的网络。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头是岸，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跟随耶稣，跟随到底，就不要一只脚踏两只船。马太福音讲到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今天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跌入魔鬼的网络，我们去要亲近神，我们要顺服神，我们也要接受别人善意的批评，或者是谦卑接受别人所叫我们劝告我们所应该做的，避免这些纷争。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大家来思考，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听了之后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顾或者是回应。谢谢你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神你所要我们学习如何避免我们冲突的压力，我们如何去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要顺服神，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跟随主到底，我们不要陷入魔鬼的网络，我们天天谨记着我们侍奉的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今天早上你与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同在，祝福跟帮助我们跟你一路走下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听到你的信息，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神，感谢
Elder Jimmy 在我们当中的分享，相信弟兄姐妹都有非常美好的收获。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冲突。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线上再见，拜拜。